警方日前于凤山区新富路发现一租赁自小客违规停车，遂上前拦查。盘查王姓男子时，表情惧怕且全身发抖，令警起疑。随后在其背包未关拉链的前侧发现多包凯他命，并在其背包内发现包装各式包装的178包毒品咖啡包。寻毙后，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侦办。警方呼吁，目前新兴毒品大多以包装精美的涂装吸引年轻人目光，且大概掺有三合一混搭的各式毒品，严重者容易猝死。疫情期间，警方除防疫外，对于线上可疑人车盘查更不马虎。